10月25日凌晨，张子萱通过微博晒出一张女儿安安的庆生照，并发文称：“晚安，我的小姑娘。”通过照片能看得出来，庆生现场的布置特别可爱，四周布满了气球和彩灯。照片中的张子萱抱着女儿安安，笑容满面，眼中透露出满满的母爱。张子萱很少晒出女儿的日常照，所以这次晒照令网友惊讶，纷纷评论道：“幸福来得猝不及防，但幸福一直都在。哇，小公主慢慢长大啊，生日快乐呢！”而在张子萱发完微博的一个小时之后，陈赫也是回复称晚安。有网友表示有点甜，哇，终于看到赤子评论。